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捐款的事情，都是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，我们应该做的，代表兄弟们做的。我有时候就是可能你，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。我也是听那个谁说的，就是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焦虑、迷茫、孤独、烦躁，你会有这种感觉。就是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或者感到空虚。有，哎，我也有，就是因为想做的事太多了。你可能又想做这个事，又想做这个事，你想的事情也多。就是你这一生到底想干嘛？你怎么活得才有意义？就做一些你能力范围以内的事。我为什么会感觉这种东西？因为我老是想那些，我的企业怎么样才能做得跟他们一样，跟那种大企业一样？我怎么样才能我的消费者更好？是各种各样的想，所以你会孤独啊、烦躁啊、迷茫啊，做自己能力范围以内的事。我经常一个人在做的，在茶桌上做的，做做做想半天。其实你一个人独处，你要享受这种生活。梁哥直播间说到自己的老婆，果然爱老婆的男人很幸福。我以前我媳妇儿结婚的时候就跟我讲过一句话，跟我们结婚了之后时间一长了，因为晚上就不亲我了。我从到现在我每天晚上就给她一个戒性和吻。我的一个床头柜里面就有个口香糖，那口香糖你知道是干嘛的吗？哎，不是先嚼一下吗？不香一点吗？以前我媳妇儿每天晚上九点钟或者十点钟睡觉，她现在一般都是一两点才睡觉了。怎么像一两点才睡？因为我每次回她等我亲她呀，真的每天必须一个吻。两个办公室为什么不在同一层？为什么我在底层？解释一下啊，我们三个创始人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比较爱搞这种设计，我跟他们讲，我想要一个旋转楼梯，我的合伙人跟我哥就比较疼我，他们心想，那这样吧，你在顶吧，刚好在顶开个洞，搞个旋转楼梯，上面搞了一个玻璃罩的，当那种装饰，带你看看这旋转楼梯。好嘞。第二天就热搜，蒋哥深夜蹦迪。12月30号有个广州电音节，你们想去吗？我不是为了去蹦迪，我是为了感受一下我明年我自己。兄弟们，我们这个直播间搞这么好，还蹦过迪嘞！你能不能看我把灯光打开一下，搞个蹦迪？我看能蹦起来，带兄弟们蹦一下，看。我交给这给你，你蹦迪是这么蹦的？那玩意怎么蹦啊？蹦迪不是这么蹦吗？我也没蹦过迪，你蹦得很废啊！再让大杨哥再蹦一下来。我先跟大家学一下，一会儿我弟说话肯定是这样。喂，啊，蒋岸，是吧？我在这学说我弟说话，咋了？你自往你播一下子啊？哎，然后我问他，周六还播吗？怎么播啊？周六不播了？你看了吗？没播，喂，九六还播吗？播了。不播？明天吧。对，明天不播。播了。不播了。感觉怎么样现在？好些了。哦，好些一点，好些了，兄弟们，好些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喝水？有没有喝水？没什么，什么？我给兄弟们看一下，我都流，不是我体质多好。我这么讲吗？别管啊，你睡一会儿吧。嗯，看看，这就是兄弟，你知道吗？多年兄弟，我那不都我爹吗？兄弟，对不对？今天有播吗？不播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我实在太了解他了。行政部周正刚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哪位？三张集团法务部林永伟，请你回去协助调查。协助调查？怕什么？哎，私问你，你涉嫌一起贪污案件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
公司的形式公司流程要经过，你看庄老板在工作时候被人笑成那样子，属于意外情况。别人都是什么三 D 裸眼特效，一天经常出灯口，属于财务部的事情。我觉得二 D 还蛮很不错，三 D 裸眼特效太大了，为所欲为。我没有为所欲为，你要知道公司非常大，不是你可以搬的平台，你做的不够。让你背后的人出来。我们是邵阳证券反贪组的，请回去给我们接受调查。这个我来调查你，麻烦你再同我来配合调查。孙先生，小杨遵选从新西兰约咗一批最优质嘅黄油同鱼粉到嚟做打窝酥，连我哋嘅红豆都系从东北遵选翻嚟嘅珍珠红小豆，但系而家就少咗一半，所以而家我哋怀疑你涉嫌贪污受贿，麻烦你老实交代。你怀疑我？我又没接触过那些东西。我哋而家怀疑你屋企藏有一笔1000万元，请问你点解释呢笔钱嘅来源啊？我不能有副业吗，阿 Sir？这也犯法啊。孙先生口渴了吧，这是我们的上好的毛峰尝尝。算计划。孙先生，您确实没有接触过这批货，但是我们从送货经理的手机里发现了这个视频，你看一下。那个。行，这个人上个月搞定5亿批货，我找他一下有问题吗？孙先生，你还真是滴水不漏啊！你们家的那个电脑，我们家的技术人员已经安排恢复了。现在都2023年了，电脑自己做的嘢，点都会搵得翻。孙先生，火力挺旺盛的，现在都零下了，还出这么多汗，还是他们说吗？这个原材料太好，用它来做产品的话，真的非常的好卖，所以我决定去做这个。你们脸上是出内鬼了？最近都没看到那个手机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在职位上面任意妄为，你把自己当老板啊？我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是在捍卫我们的部门。这不叫捍卫，叫威逼啊！是在帮你上位。是，我把显示屏、审报权交给你，你给我弄个二 D 海马，帮我上位。上面拨了100个下来，你拿多少？啊？我没拿。只要经过采购审批、签合同、付款审批、签收，各个环节都要负责任。我跟你这么久，你竟然怀疑我？这个事件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计划了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以后不要擅作主张，再有一次我也保不了你。进来了之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希望大家严于律己，遵守集团制度，恪守本分。是。小慧，那个康康留一下，你找一下我妹妹，妹妹想你了。